近日，有八卦媒体拍到孙谦与男子在街边拥抱，并摸了他的后脑勺。紧接着，男生摸了摸孙谦的头发，两人再抱了一会儿，男生便搂着孙谦向家的方向走去。男生疑似是参加过《明日之子》第4季的泰勒，两人在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中饰演一对情侣，也不是第一次被拍到了。